特大喜讯，周深将会在2023年出专辑了。说实在的，一个歌手要稳稳的立足，需要优秀的专辑。周深在最新采访中说，今年一定会出专辑了。我今年非常不一样，因为我每年都在透露我要出专辑，但的确也一直都在做。但今年我会说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话，就是我一定要在今年发出我的专辑。这几天我们一直关注周深登上央视春晚，其实在1月22日，也就是正月初一，周深还将登上湖南卫视华人春晚，并演唱故乡的云。这里有经典老歌带你回家，这里有梦。这是一首老歌，收录于1984年5月1日文章发行的专辑365里路中。为了不跟央视的春晚起冲突，湖南卫视自制的春晚定档在大年初一，也就是1月22号晚上7点半会跟观众准时见面。相信周深的加盟会大大的提高湖南卫视的收视率，